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广。昨天有个网友在这个位置钓了20多斤那个黄鲷鱼，叫我过来这边钓，所以今天花了重金买了160块钱一斤的那个红虫，买了一斤，看今天能不能钓1000块钱的鱼以后。好，我们开始做钓。来了，放长线钓大鱼，重货。哇，这条，喂，可以可以，这条不错，难怪他们说200块钱血虫，钓一天钓20斤，这条是小的，不错不错不错，一下竿就中鱼，哎，比巴掌还大哦，对，我就喜欢这种感觉，哎呦，好硬的。脱钩啊！没有拿到那个弦子，脱鱼那个弦子过来，哇，黄鲷啊，第一条，不错。那师傅那里上鱼了，你看，哇哇，这拉力用到稍晚都是2斤级的了，哇，上了上了，你看，哇，我这里也中，黄的，哎呀，漂亮，半斤的。啊，黑鲷，这条黑鲷也不小，漂亮。我下竿，我再帮你打开活水箱。黄的。我钓不到你，钓不到你是中的。再撸好，我看看那，再撸好，我来干。哎呦！打开两个窗。把它干满，今天钓满这两个船。哦，这一条漂亮啊，比巴掌还大，你看，环立山，哇，这种鱼我最爱吃。来，解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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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今天终于来一条漂亮的了。哦，又是大货，黄鲷，这条都有半斤，不错不错，哇！看来网友说的地方真的是不错，哎呀呀呀，不好过钩，再放再出新，哇哇！哎，不烧，不用烧碗了。条条都是站口，你看，连续上了4条了。隔壁那师傅上完，阿管又上，真的是狂抽啊，狂抽狂钓。烧碗烧碗，哇，黄鲷黄鲷，哇，黄鲷，2斤多的黄鲷啊，哇塞！师傅钓完我钓，他抽完我抽。哎呀，不错，虽然没他都大，也能上个半斤的可以了。我上完师傅又上不停的，没停过哦。这条漂亮吧？黄金的金条，金条，这条不错。你跟那师傅有都一拼啊，不停的拉，他拉完我拉了，我拉完他拉，好爽啊！这里钓鱼，又来又来又来。抽碗，要抽碗吗？要。好。不用了。哦。飞。哎呦。哦。这条漂亮吗？这条，这条。哇，这条也1斤多哦，这条哦。一斤多，还可以哦。还是档口啊。哎呦。不用跑了啊！张口张口，下去，漂亮。